觉得很好听吗？真的是你们不懂不懂的生活中的小乐趣，哎，乏味。要随时发现生活中的美好，要随时发现生活中的乐趣。就像这个，我觉得哎，好有趣。这，哎，真的是一群枯燥的人。看我玩感觉好傻，为什么呢？你觉得我玩得很违和吗？那么搭，你们这样玩的才是违和。人年龄可以老，但是心态不能老，知道吗？想要陪你去吹海风，看海，要不服老啊。虽然我也很老了，13岁了，上初中了，已经不是2、3岁的小孩子了，但是永远青春，永远乐观。这是我的座右铭。是啊，你们怎么打问号？不认同我说的话吗？哇，这么正能量的话，你们居然不认同？你们不要那么丧，你知道吗？生活不要那么丧啊！有什么不好的事情都会过去的。就是你想想吧，有什么就是不开心的事，或者是不好的事情，让你感觉到很伤心难过了。你想一下未来，5年后你还会这么伤心吗？或者2年后你还会这么伤心吗？是不是回忆起来你就觉得自己像个二傻子一样？伤心了，为什么啊？你就想到，你就觉得5年后还那么伤心啊？不可能吧？什么东西能持续那么久？优秀，哪有人哪有一直优秀的呢？总会有起起落落的呀，这个要看淡一点，知道吧？这个就是叫你在优秀的时候，你不要膨胀，你在不好的时候呢，你也不要悲伤，因为你想着那你还有进步的空间。反而如果你在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很优秀的时候，我觉得要自己要反省，就是因为真的是这样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就觉得，嗯，那都进步成这样了，那进步空间会很小了，那肯定之后的话有可能会走下坡路，那自己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就时常会给自己这些暗示。这怎么是胡说八道啊？这是我对生活的态度啊。不是啊，这就是每个人的那个观念不一样嘛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跟这个有关系吗？炸心了。水上漂感动了，被我的那个鸡汤人生哲理感动了吗？这
么溜的吗？我把我自己都感动了，完了我可以当人生导师，突然的自我，突然的感动，可怕。这个时候应该加上那种手势，人生没有一帆风顺，这样吗？就像一个，我是像一个那个心灵导师一样。笑得多虚伪才能够融入这世界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贴了张一样的假面，想不起我在做什么，想不起我在想什么，想不起灵魂深处到底发生什么了，迷糊迷糊再迷糊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，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，哎呀，就不该说什么心灵鸡汤，装不出融入的态度，空气里充斥着虚无，说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局外人的局促，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怎么了，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，迷糊迷糊再迷糊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，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向征途，掌声若需要掌声，只要你愿当被驯服的象，这舞台你就可以上，荣耀胜过被嘲笑，所以抛开自责，要惊讶更阴沉，迷雾迷雾再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，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带我走向征途。哎，我的嗓子没有变化呀，好奇怪啊。笑话我吧，哼！谢谢阿喵和观察者的火箭。哎，我就控制住了。你看我唱歌，我的那个嗓音没有太大的变化。我之前就是，如果情绪失控的话，我唱歌唱不出来，就会那样。没有，刚唱的这首歌也蛮扎心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刚刚我又说到那个人生鸡汤，加上这首歌的那个无缝衔接，一下对人生感觉大彻大悟了，哈哈，开玩笑，开玩笑的了。